川玉棟想就住修改議事規則而應對議會入面嘅一啲嘅情況，例如提出咧可以將被主席趕出去嘅議員同事咧係停賽一年咧，一年唔可以翻議會去到工作呢個咁嘅建議。咁議事規則委員會咧將會嚟緊咧正式諮詢全體議員啦，並且喺暑假之後就話會翻嚟傾啦咁樣。咁我對於呢個咁嘅講法表示極度遺憾同埋不滿嘅。咁主要回應三點啦。咁就的而且確咧，即係近年議會咧，我哋見到咧係有一啲嘅糾紛係多咗嘅比以前。咁謝偉俊就話咧，就近年咧議會發生好多衝擊，我覺得佢呢個説話係講大咗或者講得唔完全啦。即係喺議會，佢話議會發生一啲衝擊之後咧，佢覺得進一步修訂議事規則咧，就令到大家覺得咧議會係比較得體。亦都咧唔會俾其他議會咧就係、失禮咁樣，呢、這個就係佢所謂修改議事規則嘅理由。咁我就主要回應佢呢幾點啦。第一，佢講得啱嘅，議會係受到衝擊嘅，議會係受到主席同埋建制派嘅衝擊，衝擊我哋嘅議會文化。即係咁多年嚟，我哋都係文明、講道理、講規矩，主持會議嘅時候期望主席係公道、統一標準。而家變成點咧？粗暴、無理、冇規矩、搬龍門、雙重標準。違反議事規則，甚至有時係違法，呢啲情況都係經常發生嘅。我哋嘅議會的確受到衝擊，就係俾我哋而家嘅主席梁君彥同埋建制派議員呢種橫蠻無理而衝擊。當然咁嘅情況之下，我哋作為民選議員、民主派嘅同事，一定要作出回應。呢啲糾紛係避免不到，難道佢哋咁樣做法，我哋噤若寒蟬，跟住就坐喺一位入邊，連企起身規程都唔敢咩？而我哋俾人趕走嘅同事，例如最近一次，林卓廷，只不過係規程佢對主席作出批評，就已經要被趕走。我覺得喺咁嘅情況底下咧，謝偉俊不特止係冇反省，並且某程度咧，而家就等於為主席嘅助紂為虐，為梁君彥咧去到保駕護航，進一步咧去到加強梁君彥嘅霸權。當佢每次做出唔合理嘅裁決咧，梁君彥都係仲有繼續係有一把咧。不特止有尚方寶劍啊，加埋屠龍刀、倚天劍，總之咧，泛民同事曹親咧就趕人走。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差嘅，呢個係即係只問結果不問原因嘅一種思維方式，係錯得好緊要。咁另外議會係需要得體嘅，唔好失禮，我同意嘅。咁但係我都係嗰句，議會點解而家經常有市民會覺得我哋唔得體或者失禮咧？因為最失禮、最唔得體嗰個係主席啊嘛，係呢班建制派同事啊嘛。即係大家都唔會嘗試去到用一個文明啲、理性啲嘅方法嚟到去到講道理，唔夠講道理咧就講陰公啦，所謂夾硬嚟趕你走咯，唔夠我哋講嘅時候咧就話你擾亂秩序咯。當其他同事嘗試上前去到協助保護被不合理趕走嘅同事，同主席去到理論有關嘅同事，亦都係被趕走，例如我上次嘅情況一樣。咁我覺得有一日到主席嘅作風都唔修改嘅話咧，建制派呢種助紂為虐嘅作風咧，只係會令到議會咧唔會有好日子過。嚟緊嘅情況我睇唔到，因為修改咗議事規則咧，而會得體咗，唔失禮。點解咧？因為我哋每一次主席作出雙重標準啦、搬龍門嘅決定或者可笑嘅決定嘅時候，話自己嘅權力嚟自基本法去大曬嘅，議事規則只係加強我權力，呢啲咁失笑於國際嘅説話咧，其實議會點可以唔失禮呢？咁最後一點，我覺得對於停賽嘅決定話唔准翻嚟開會一年啊，或者更長又好、更短又好啦，呢個講法我係不滿嘅。呢個等於係 DQ 議員嘅迷你版。如果一個議員因為喺議會入邊有政見上嘅不同，縱使真係違反咗議事規則，作為民選嘅民意代表，佢俾主席趕走之後，其實喺嗰次會議已經重回秩序啦嘛，趕人走係為咗秩序啊嘛。趕完之後，點解要需要懲罰呢個議員及佢代表嘅民意呢？讓佢一段長時間不能去發聲呢？呢個係完全違反咗言論自由，以至咧選民嘅授權，亦都係反民主嘅建議嚟嘅。等於 DQ 議員啫嘛，不如果一年咪 DQ 四分一咯，比例上 DQ 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唔妥當嘅。咁我自己覺得只要一日我哋嘅建制派同事依然用呢種思維，我哋嘅主席依然用呢種作風，係不文明、不守規、不守法，
雙重標準搬龍門咁嘅作風去做事嘅話咧，我睇唔到咧有關嘅議會內嘅糾紛同埋紛紛擾擾係會停止咯，可能只會更嚴重，而進一步收緊呢個議事規則咧，都只不過係倒果為因，針對咗個現象，冇針對源頭。咁我覺得謝偉俊嘅建議係好離譜的。Why do you think chaos will not stop even after the last? I think what Paul Jay is proposing is not really addressing to the problem. Yes, we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dispute. We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chaos happened in the chamber, happened in the meeting. But what is the reason that dispute? Keep going on. The reason is the president, Andrew Leung's judgment is not fair, double standard, unlawful and inappropriate. And most of the time he makes some decision, pinpoint to the pan-democrat and suppressing our opinion. But at the same time, he's trying to let the pro-government camp do whatever they want. That is really obvious, and it happens in the same meeting. So I think if we do not stress on the problem, we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 the origin of the chaos, which is the Andrew Leung, the president, the style of ruling and the style of holding a meeting, we cannot see there is a normal, appropriate, and peaceful chamber culture. 謝偉俊咧就聲稱話，即係如果改咗之後咧，對嗰啲少數議員咧就個保障更加大，即係話佢話因為而家目前個罰則就係得兩個，譬如一係咧就係即係免責同意，一係就係黐亂嗰啲議員嘅選舉資格。佢話如果有啲中間呢啲方法咧、選項咧，對個議會運作係冇事，同埋亦都講話，如果執行嗰個議事規則嘅懲罰嘅時候咧，即係如果通過咗啲修訂，就可以令到就因為要分組點去通過，就唔係立法會主席一個人決定，咁就。謝偉俊都不愧為一個醒目嘅律師啦，律師有兩類，有一類俾佢揾到食嘅，我相信佢都係醒目揾到食嗰類，即係咁都可以講得出嘅。你而家修改規則係浪一把更大嘅刀嚟剁咗人哋啊嘛，咁你話唔係啊？咁係對你保障大啲咁樣，因為有個即係佢所講嘅一堆嘅理由。我自己覺得咧，任何喺呢個不民主嘅議會，因為議會組成已經係建制派佔多數噶啦。已經係基於功能組別，已經係佢把持咗議會嘅啦。佢咁仲唔夠，容不下咧一啲嘅反對聲音。而啲反對聲音係基於一啲法律上嘅堅持，一啲議事規則上嘅堅持，或者一啲市民授予我哋喺社會上可能係爭議嘅意見，我哋帶入嚟議會。但係竟然主席要用一啲咧唔文明、雙重標準，或者咧甚至係違法、違議事規則嘅行為，去到壓止。咁我覺得作為議員，呢啲咁嘅衝突，其實坦白咁講，喺世界上各國嘅議會都係有陣時在所難免嘅。但係議會是議會了啦，喺議會入邊發生嘅事就喺議會嘅會議室入邊解決。而家佢咁做咧，係想將有關嘅衝突延續到出去喺我哋議員嘅議會授權上面。咁呢個絕對係唔妥當嘅，即係佢無論佢點樣美化修飾都好咧，呢個係部分 DQ 議員，呢個係對民意嘅打壓。亦都係咧一種肆無忌憚咧，將佢哋已經把持嘅議會咧嘅權力進一步擴大，並且讓主席咧有一個至高無上嘅霸權。上次嗰啲建制派已經話，即係俾人稱為即係已經割咗個議會，即係大部分嘅權力。今次再嚟多次，你覺得係即係都係想成功？有冇預計到會？你有冇啲咩方法去抵抗？其實上次議事規則嘅修訂咧，已經係將議會咧嘅權力咧係到削得好弱，甚至有啲人嘅講法係閹割嘅。我估謝偉俊呢啲咁嘅西環親屬啊、二弟咧，即係特別係對於閹割得唔夠徹底咧，係有啲偏執嘅。咁我覺得佢喺議會嘅權力進一步削減方面咧，都係居功至偉啦。即係自己作為民選議員，我好難理解咧，入世界上任何一個地區嘅議會，竟然有民選嘅議員認為自己代表權力係太大。甚至去忽視自己對選民嘅承諾，
忽視佢自己咧作為一個載體，將民意達議會呢個咁嘅權利，反過嚟咧佢又進一步要削減壓縮呢個空間咧，我覺得係莫名其妙嘅。咁所以今次好明顯都係進一步咧，係喺上次議事規則之下咧個延伸啦，令到我哋議會監察政府權力進一步下降。咁日後我哋可以想象咧。任何爭議性的法例，例如嚟緊國歌法又好，或者是23條立法，只要是爭議的，而政府又好像過去的風格配合到議會的建制派咧，夾硬嚟限時，不按議事規則，甚至乎諮詢不足、文件資料不足、自相矛盾、法例漏洞等等都無視，到最終我哋提出，我哋為了堅持我哋立場，為了為市民發聲，個結果是被人趕走。並且有進一步的懲罰，就是停賽一年，不准回來議會。那是一個什麼狀態呢？那我是勸喻他們臨崖勒馬。今次謝偉俊都說，其實他講的停賽只是他引用其他國家的經驗和例子作為一個資料，並不是他的個人立場。他就說其實有很多其他的方案在諮詢的方法，其實是完全不接受這次的修改諮詢，還是說會是他兩個層面，一個就是謝偉俊樣樣不講，講個最辣的，即是除了完全 DQ 之外，就是所謂一年不准回來議會工作，這個是已經是最辣的例子。我知道有些是罰款或者是多過一次不准回來，那為什麼他又不講那些例子呢？很明顯他是有一種先聲奪人，等揀個最嚴的出來作為即開天殺價落地還錢的姿態，這個固然是不妥當。第二，我相信他都是聰明人，我這點我要讚他，他真是聰明的。既然他是聰明人，就算行古惑的時候是不是都需要即講得沒那麼難看呢？為什麼這樣說呢？就是全世界的議會，除了極權國家有議會的地方，我相信香港這樣的議會狀態，這樣的議會組成是很少有的地方。我們是一個不是完全民選的議會，我上次已經說過，如果我們是一個全民選的議會，我們的議長，即是我們的主席，如果表現是正常合理的，是文明的，按守規矩的，我們是不需要那麼擔心的，是不是？有沒有一個議長是會，或者就算說立法會，我們這麼多屆主席，有沒有主席被人家投了不信任動議要啟動這件事？可想而知他這兩年的表現真是罄竹難書。咁喺咁呢兩個條件之下，第一你揀個最辣嘅出嚟講數，第二本身議會嘅組成根本已經係少數人代表多數人，少數嘅意見壟斷咗議會，多數市民授權嘅派系反而咧係唔能夠彰顯我哋嘅發言嘅空間。喺咁嘅情況下，佢竟然話進一步收窄，咁梗係唔合理啦。咁所以我係覺得無條件傾嘅，而家係當然有機會嘅，有一日。再收緊，等我哋整體香港有民主選舉嘅時候，我覺得絕對可以傾，再辣啲我接受。我揾人問埋咧，今日即係謝偉俊都宣布咧，會上就決定即係選舉立法會主席嘅時候咧，就唔再淨係用以和國安的 system， 就要即係要求嗰啲候選人要就嗰個國籍啊同埋嗰個居港地址做出一個嚴謹嘅宣誓。你自己點睇呢個安排？你覺得係點解？謝偉俊今日同時講呢樣嘢，其實本身已經諷刺啦。即係而家佢哋簇擁而成王呢個主席，就係因為佢帶嚟呢個咁嘅爭議啊嘛，係咪？佢而家進一步仲授權俾佢去到打壓議會，俾更多嘅霸權，佢其實好好笑嘅啫。咁我當然覺得你問我咧，我覺得一個同一個原則嘅啫，我都係覺得議會係應該自我監管。議會事就算法庭都咁講啦，議會事應該係議會了嘅，唔好下上法庭啦咁樣。佢都有咁嘅原則，社會上可能亦都認同呢樣嘢。咁我覺得議員之入到嚟，由以我哋好多同事啦，即香港都係啦，基本上入嚟嘅同事，就算係有錢人都好啊，佢都係平民嚟嘅啫，係咪？但係平民前面可以冠上 honourable 呢個意思係乜嘢呢？即係話你係有一個好大嘅責任，你嘅言行以至你講出嚟嘅説話，你宣稱嘅事情必須係事實。咁過去其實呢種制度係一個良好傳統嚟嘅，即係令到同事之間有一種互信，同埋我斷估你唔會亂噏嘅。我就算唔同意你嘅意見，但係你哋嘅宣稱，我相信都係事實嘅真相嚟嘅。但係好不幸，我哋嘅議會見到建制派呢幾年嘅表現啦，原來係唔可以相信。咁喺禮崩樂壞嘅情況底下，我覺得要修改都未嘗不可嘅。啊，當然原本嘅honor system 已經係。有某程度有啲關卡嘅，其實等於係聲明嘅啫。
咁你其實亂噏其實違反宣誓及聲明條例嘅。咁但係如果佢想進一步令到喺現在香港呢個議會狀態之中，令到有關嘅規管更加嚴格嘅話，我暫時睇落去就唔係好抗拒。基於佢哋嘅不堪，即係進一步規管佢哋，我都冇乜所謂啦。有一日好似正話咁講，去到民主選舉嘅時候，我有冇機會再修訂翻咧？到時再傾。其實我答咗，講多次啊。OK， because the chaotic status of the council is only the phenomenon. The origin of the problem is the president Andrew Leung. His style of ruling, his style of holding meeting, is so inappropriate, unfair.Sometimes unlawful, and also violating the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at's why we see that there are some disputes and so-called chaos in the chamber. But we don't see other similar situation in other meeting. Why? It's totally based on the style of the chairman. So try to restrict.The council member more cannot help to solve the problem. I think, and I urge the president try to review himself and remedy his mistake, and then we can expect a better chamber environment. Okay, 唔該。